水球对不对？我妈教你怎么玩好不好？水球拿起来对不对？往身上砸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小球拿起来往别人身上砸，这样，这样，知道吗？水球拿起来往地上砸，是这样玩的，不要哦。那你换，你丢妈妈。丢妈妈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我要跟着英国人说拜拜。我要跟妈妈再见。你就要回去找妈妈。请见妈妈，见妈妈。你跟她说拜拜，快点。拜拜。要不要飞了哦？嗯，来，飞了。我想跟妈妈说拜拜，再见妈妈。谢谢。我要跟朱叔叔说拜拜。拜拜。萤火虫，你把它放开呀、啊！它好可怜嘞、欸，好可怜。对呀、啊，它去找妈妈。再见，妈妈。萤火虫，那你放开呀、啊，快点放走，把它放走。萤火虫，我去找妈妈，好，跟它再见了。再见。你就要回去找妈妈。再见，妈妈。再见，妈妈。那萤火虫。回去了，他给他回去了，你跟他说拜拜，快点，拜拜，要不要飞了？
在这儿。爸爸，睡觉妈妈，睡觉妈妈，拜拜，爸爸，睡觉妈妈，叫他小心哦，小心，小心，爸爸，再见。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有看到什么？爸爸。看到爸爸的什么？啊！栗子，妈妈问你哦，好不好？你在妈妈肚子里面有看到什么？爸爸。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有看到什么？妈。看到谁？爸爸。看到爸爸。看到爸爸的什么？嗯。可以打人哦，老师有说不可以打人，对不对？妈妈再喝一口嘛。你们知道